张柏芝。任贤齐 CP 相隔19年再合体无酬拍摄挺林志穎。旋风芭比林志颖新专辑蓄势待发，抢先推出抒情主打歌，在我眼中开出玫瑰。他化身情歌王子，唱出满满爱意。新歌 MV 邀来好友任贤齐、张柏芝专程从香港飞来台湾跨高，任张 CP 再度合体，勾起1999年两人搭档电影《心愿》荧幕情侣模样。相隔19年再度同台飙戏，三人冻龄脸庞引起高度关注。林志颖开玩笑说，今天我们都17岁。张柏芝接话，今天我16岁哟。谈起这次合作契机，林志颖通电话邀请张柏芝参与 MV 拍摄，首次担任 MV 拍摄的张柏芝立马答应，开心回应，太好了，可以来台湾。对此次演出满满期待。MV 邀来两位大咖加持，林志颖感动说，谢谢他们友情力挺，哪天他们需要我的地方一定一起相挺，三人拥有好交情。任贤齐夸赞林志颖非常优秀，是香港红馆有史以来最年轻开唱歌手。张柏芝以迷美口气说，我在现场每一场都在。拍摄当天，张柏芝其实身体有点不舒服，过敏，但她竟也早起上工，更首度献出在其他歌手 MV 担任女主角第一次。她1999年以电影《心愿》夺下第1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殊荣，这次在 MV 演技大爆发，一场分别戏展现秒哭落泪。任贤齐惊呼，很高兴再次合作，柏芝是无私的演员，哭戏让我很快接受到情感。林志颖形容，那一滴眼泪跟表情，让周围的人都掉入爱情的感动。张柏芝饰演一位失恋的都会女子，决定到外地散心旅行，于是把房子短期出租。任贤齐饰演旅行摄影师，刚好租下了这间房子。某天早上醒来，发现客厅睡了一位陌生女子，原来是张柏芝提早回来了，可是房子已经出租，只好硬住头皮拜托收留。二人因缘际会产生出微妙情愫，导演特别安排床戏互动，但内容是任贤齐帮忙盖棉被，协助打蟑螂。张柏芝被首封是张大胆，克服恐惧敬业上戏，反倒是有男性工作人员吓坏。林志颖对于 MV 成品相当满意，直夸两人演技时情绪都非常到位，希望大家能用心聆听这首歌。张柏芝与任贤齐两人都是无酬拍摄，全是为了力挺好友新专辑。林志颖感激在心，化身的陪带张柏芝去吃麻辣火锅与按摩放松，靠场任贤齐方式则是出动爱车，两个男人在市区游车河。林志颖这回不用演出，在对嘴上却试下足功夫，对于衣服、场景等细节要求完美。他表示，这是对嘴最多次的一首歌，首次拍摄时服装是准备玫瑰元素，看完 MV 初剪后发现不太合适，决定砍掉重练再拍一次，对嘴就超过20次才完成。
林志颖强调，这次是25周年纪念专辑，每首歌每支作品都是这25年来自己所学，要给歌迷最好的成品，所以我会去看每一个镜头下的自己是否是好的。再度见识到林志颖对工作的严谨，新歌由金曲歌王林俊杰 JJ 量身打造。观察林志颖和太太陈若仪从夫妻俩相恋到结婚生子的幸福家庭，外界好奇三位宝贝儿子何时能谈恋爱。林志颖以祝爸爸口吻回应，当然没有设定小孩何时谈恋爱，但在保护小孩立场跟求学阶段，希望高中后